石头人有道理。那也没事干。漂亮，还补了个炮车。大招直接飞，大换大，能不能恐惧到？恐惧到了。你也要闪现追，小虎也有闪，必死无疑了。这波微微机会找到，这敢往前帮直的，还死掉了。然后第一下微大招没抵消掉，没把它转起来。汤圆没闪。但沙皇没大问题，不大。奈特这里可以 big fly， 敢飞吗？蝎过来直接飞谁？到底要杀谁？哎 ，W 虚空锁链没锁到，打雷的屁被卖掉了，那也不错，差一点啊！虚空锁链没躲到，知道你没闪，滚蛋出去！大哎呦，真回来了！微博界正常玩怎么感觉玩不了 RNG？ 但是 Behind 怎么在这儿 ？Behind 来这儿的时候现在没爆点。但是微微一个人三杀了，格里兹伯走到塔下也死了，跑不掉了，微微跑不掉了，没闪。我操，布雷泽，布雷泽的位置来到这里，本来要跪拜的，拿了三个头过来帮队友，到底打不打？惹赛交 TP 还是想要打？中塔也被拿掉，慢打，关灯，抢不抢先锋？不抢，走脸。打不打乐波？美门屌乐波，到底要打谁？到底要打谁？不知道要打谁，慢慢冲。猴子主动进场，克里斯普撞三个，克里斯普直接被秒。比哈德大招，爆炸了，爆炸了呀！比哈德，比哈德，能不能？小虎，小虎，这才是小虎啊！虽然输了一把，但还是能谁？亏了呀！打了半天一换一啊，一换二，亏了呀！怎么感觉打输了？哎，没事。热三，带的时候一个小虎还在说，小虎一个夜，有没有 Q？ 小虎，想平 A 点死别人，直接点死。哎、但是汤圆来了，原神来了，没闪也不能不敢轻举妄动。纪律性啊，热三，这里眼扫过了吗？可能这么危险的位置回城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没问题。直接找机会，好果断啊！这中野玩的太果断了，微微这把太顶级了。把线砸完。啊，还要掰你，漂亮的操作！但是他可以大刀走，直接撞。大好，直接撞，千万不能省，省得越长，队友压力越大。转吗？准备 A 大龙了。还在 A 大龙。少芬又立功了。但是这里有个视野一直没排 TP 了，直接 TP 了，怎么办？自己很久没回家补个妆。比哈德过来，直接把瑞尔掰回来。瑞尔可能被秒，瑞尔直接被秒。瑞尔直接被秒，绿毛往前走，逼出来得闪。布隆拿大龙主动也没问题，直接飞找安迪。啊，没有机会，自己还有可能要被反秒，还好闪叫得快，但是被狂风收掉，感觉要输了，怎么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再送起来了？微博，热赛要交闪呢。好，没压力。动大龙还是动小龙？都能动，反正没打野，都能动。RNG 感觉要赢了，安吉拉 TP 还出来还有 T， 安吉拉要被秒，安吉拉。漂亮，这波演唱回第一波飞你的时候怎么飞的忘了，安妮已经忘了，被飞完了还忘记了，同一个位置回城被飞，被梦魇飞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吗？这边过来看大龙，刘金松，刘金松踩还在的，刘金松踩的还可以，这波肯定又飞死的，小虎，小虎要封神了，漂亮，大龙扛着扛着，把大龙扛着，十多人去追，追人了，十多人追可以，我们俩打大龙，漂亮，大龙没回血，克里斯波你走你的，我自己能秒大龙，是不打大龙吗？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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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龙三点血没回的，没回，还是没想明白，哎，想快点回家，快点补状态，节约一秒是一秒，赶紧回家补状态，踢到正面帮队友 A 大龙，但是他忘了，你自己，哎哎，漂亮，漂亮，顶级秒的。标的还在升，关键是回伤级加小五。热赛，热赛当中往后跑，比哈特又立功了。哎，我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次这个场面了。
就勾巴 EW 二连，谁都防不住嘛。直接 A 大龙，直接动，直接 A 打得很快。皮亚的直接交踢，你交踢偶就走，慢慢跟你拉扯，想逼惹赛季人，想逼惹赛季人，逼得出来吗？掰回来。好，热赛好肉啊，热赛。闪现又是小五，小五终于躲掉了。哎 ，RW 二连，赖的进场，开秒秒躲，赖的起来又推三个，活吗？哎，活不了啊！小虎又立功了，小虎。小虎这回有表了，开不到了。小虎立功了，结束。奈特差一个超神，小虎这把推了十几二十个，但是 MVP 我会投给日赛。段誉，让我跟票。没问题，恭喜微博记还是有惊无险拿下了比赛。只能说可惜呀、啊，汤姐，鱼的记忆害了他。